很危险的。好，坏掉啦！哎，坏掉了吧？放走海马，放走海马，还有下一只。对，还有下一只，你看，金鱼，抓金鱼来啦！金鱼很可爱，放走它嘛，放走它。买卖他还小，放他走吗？哇！金鱼妈妈会很伤心的，如果你抓住小金鱼，对，放他走，啊！章鱼又被你抓住了。麦麦为什么这么喜欢章鱼？完了，海马来了，完蛋了，他倒霉了。哎，这是海马走了，小鱼又来了，倒霉的又是他。金鱼被吃了，完了，倒霉的那个来了，最倒霉的来了。啊，海马。他连小鱼都不放过了，对，很想抓小鱼都抓不到。啊，金鱼，金鱼，哦，啊、快断了，好像。啊，放走它，来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有，哇，倒霉一个。我们的 taco 一个啊。taco 跑了。快跑！啊！哎呀。金鱼，蓝色的金鱼。我们放走它，好不好？在旁边欣赏，摸摸它们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但不要吃它们。麦麦 ，Hello， 麦麦。天哪，他以后一定很喜欢吃海鲜。是的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啊！其实我要害怕。他就主要就抓这三只大的、啊。对，因为小只的太高抓不到。啊！哎呦，抓到了！他抓到鱼了！哇！哎呀！厉害！是怎么抓到鱼呢？对啊，他有瞪起来，是不是？哦！啊！抓要坏了！麦麦，小鱼、大鱼、金鱼。哦，这么好吃！哇！他在吃鱼刺。Taco 生吃。海马都不放过。海马不能吃。海马有毒，麦麦不能吃，不能吃海马。海马有毒吗？我不知道。乱讲。我们不可以吃金鱼，不可以吃金鱼，你只能吃 taco。taco 来了 ，taco， 抓住它，跑掉喽。这一次是吃什么？吃海马。海马又是被吃的。慢慢来吃条鱼吧。哦，抓到鱼了。黄鱼好补啊！啊，好了。哇，又倒霉，又是他。大金鱼。大金鱼。哦，章鱼。好好吃哦！哇，吸住你的手了。我一起的手。海马要被抓到了。
哦，他现在越来越会抓了，BB。真的，他抓到红鱼，好了。